那么弥勒菩萨既然将来要成佛，他将来一定会成佛的。他说有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经，他有龙华三会，龙华三会，这个龙华三会就很了不起了。在那个时候所度的中心，龙华第一会、龙华第二会、龙华第三会所度的众生超过几亿的众生全部度尽。那时候最后的一会，龙华第三会，你只要念一个南无布达雅，只会这一句南无布达雅，他就成就，就成就，他就给你接引，就往生到你到他的佛国去，到弥勒菩萨就全部给他度尽。到了弥勒菩萨的时候啊，全部给他度尽。所以他是未来佛，未来佛的大前神王佛，他所度的众生无数无尽的众生全部度化，全部能够把它度化。你只要念一句南无布达雅，就叫翻成就是南无佛啊，南无佛，南无布达雅，南无佛，你只要念一句南无佛就成就了。为什么会如此？一句南无布达雅，弥勒菩萨的光一照，所有人的心中马上七朵莲花开啊，七朵莲花开，哇，这七朵莲花一开啊，这个佛性就显现出来，跟着弥勒菩萨成佛。